當你接波嘅時候，記住，尤其你喺 one on one 嘅時候咧，你見我成日大家上次我同阿豪嘅 one on one 啊 ，OK， 林書豪係咪？記住，你成日話我偷食佢噶嘛，偷吃，成日話我偷步係咪？你記住，當你永遠都跳滑一步，步是你所有的进攻意识的启动，你咪成日唔射波嘅比赛，冇咗投篮嘅威胁嘅，因为你冇跳步，你有跳步你会点？你会停，你会停你就会投篮，但系你平时冇嘛，冇系冇谂啊，你呢个唔系停，呢个你系仲冲紧前，并唔系一个真正令到你投篮嘅停。但是当你跳步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投篮的姿势下停。你平时就是这样，你跟 CM 都是这样。这个怎么会是射波呢？所以记住，你跳步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识，因为它是令你的进攻意识启动的方法。你如果你的进攻意识不够强，你必须要将你的跳步练到是怎样呢？任何接波都要跳步。明白，任何接波都要跳步，你就会做多好多不同动作，亦都令你更有优势。咁我哋试下咧，跳步加埋 swing， 试下出嚟攞波嘅时候跳步，你可以顺住个波个去势，咁会令你射波更加稳定，因为你冇同佢对撞。但如果你距离唔远啊，即系唔系三分或者远距离嘅话咧，你同佢对撞都冇问题，对撞你都射到，距离近啊。远就唔得，即系你嚟到呢啲地方，你再对撞，你好容易甩手噶嘛。我哋可以用波嚟到呢地方，顺住个势 shoot， 系咪？试下咯，先唔好俾佢接波。系 good， 你唔好临尾向咗块，唔好，你叫人一走啦，唔好向咗个框。是不是 你正常走籃，你向住前你入咗啦，成日扭咗。我啱啱都係咁炒嘅，向住塊板放，再嚟多球，噃嗱，有少少會有機會吹走步，唔會吹嘅，我覺得一啲會睇慢鏡嘅人佢會吹嘅。OK， 明唔明？再嚟。停，錯咗啦！你啱啱垂直跳嘛，你應該一係跳左，一係跳右。啊，就唔係垂直跳。垂直跳你見到先喺翻去前面。係啊，咪就係你冇臨尾嗰下冇跳左或者跳右。明唔明白？好，再嚟，拉屎。唔得唔得唔得，再嚟，唔系咁。首先第一样嘢，你唔使向住个波，你唔使向住个波。好多人走位都系向住个波，你向住个波，人哋咪跟住你咯。你唔系向住个波，我哋记住，我甩开佢，我哋向住一个空位啊。你見到啱啱我唔係向住 CM， 即係你啱啱係咁向住佢，你跳左跳右嘅幅度都細。我哋係走出嚟嘅時候，我哋係向住離開你嘅地方，明唔明白？離開你嘅地方去做動作，即係你追住我嘅時候，
係咪？你係咪喺我呢度啊嘛？所以我係跳過嚟呢度咯，係咪啊？係咪見面到我一停你又停啊？係啊，防守一定跟住我咁，跟住你咁。係啊，嗱，你已經過嚟啦，已經 feel 唔 feel 到？好，再嚟 ，go， 停停停，太過你其實你攞個位置，你見面到 CM 食住咗你個位置，佢一直甩唔到。是你不会在速度上甩得开他的，因为抹你那个人一定是跟你差不多的，是吧？你不要想着速度上甩他，你是假动作甩开他，再速度冲出来先甩开他，明白吗？再来试一下，先呃了他先，停，跳横了，即系咧变咗飞后咗，系飞后咗。第二，你系咪穿咗佢出嚟啊？系啊，系咪啊？个路线有问题嘅，睇住咩叫路线问题 ？CM mark 我，你冲出去过咗佢，继续你继续向前冲啊嘛。佢其实咪补咪追翻你咯。记住，当你企喺度一个假动作压住，明唔明白？我哋要食咗佢个位，你冇食到佢个位，再睇多次，即是。当我一压，我冲紧上嚟，你明白？你要食翻佢，食佢个位嘅意思就系，你唔系跟住条线冲，你系食住佢半边身冲。再睇一次，佢本身包紧我呢条线啱唔啱？系咪？佢会后半步嘅，系啦，啱唔啱？我接波佢喺度噶啦，所以我跑嘅时候，我哋系。看到他就在我后面，明白吗？你预计到他在这边，所以我跑的时候就压回去，明白吗？你食咗佢半边身位，佢咪变咗喺你正后方，然后你再跳侧，你咪变咗你有一半一大步嘅距离咯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再嚟咯 ，Good， 系哎呀，走步，系啊 ，OK 嘅，我攞咗啫，系啊，你唔好冲，用核心跑，信我，虽然又系黑 sell 核心啊，但系唔系你真系要用住核心啊，你随时都弹到，你见我随时都弹到，再嚟。Hey, good shot, good try。但系咧，你呢个系跳嚟嘅，跳步并唔系真系跳嘅。跳系咩？就系大髀用力浮嘅。我哋记住压落去，系脚腕力。跳个力会冇咗。系啊，你因为你用咗个，你用咗个，你散咗嘛个核心。我哋记住，我哋跑得咁辛苦之后，压用脚腕去射波，压步嚟。跑压唔系用大髀跳，脚腕嘅啫，明唔明白？波压随时射到个波嘅，清唔清楚？再嚟，好 ，C M 试啊，唔得嗱，你一走出嚟咧，
你咪佢食唔到你個位置，你一接波你都係佢掹翻嚟，出嚟，唔使太快嘅，記住唔使太快。停，阿豪其實啱啱擰轉咗個頭嘅，你留意住佢個頭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嗱，依個都教埋大家走位意識。我哋點解每一個射手都會嚟角落頭咧？唔好講啦，都係算。下次再拍走位意識，再嚟啊！再嚟，再嚟。Sorry， 我加叉，再嚟講。再嚟，再嚟，再嚟。哎，嚟嚟，明確少少啦，呢個就要明確少少，明確少少走去邊度？突然間你兩邊我都俾你 fit 到啊！你走嚟，走嚟啊！再嚟個，嚟一球。但 OK 嘅，呢球甩得開嘅。再嚟 ，go， 彈翻出嚟。Good， 認真啲手啊！你唔一定過底㗎，你可以直接穿出嚟㗎 ，V cut 都得㗎嘛。明白？走翻出嚟啊！係啊，跳咗。係 good， 啊過咗啦。Good try。痛唔痛啊？只腳好攰。當你接波嘅時候，記住，尤其你喺 one on one 嘅時候咧，你見我成日大家上次我同阿豪嘅 one on one 啦 ，OK？ 林書豪係咪？記住，你成日話我偷食佢噶嘛，偷吃，成日話我偷步係咪？你記住，當你永遠都跳滑一步。啊！佢用唔到啊！今日完，好耐冇呢招，中伏啦！